薄过 iPhone 电视同索模斗 3D， 低胸 model 介绍 3D 电视边个立体啲呢？讲玲珑浮凸，梗系 model 赢晒啦，但要斗纤体，索模都行埋一边。1cm 都冇，仲薄过嘅手机。呢个就系 Samsung 最新嘅 3D LED TV C9000， 号称全球最薄，机身得个 7.98 毫米，仲薄过 iPhone。戴埋副 3D 眼镜，画面即刻变成立体。佢仲有个轻触式 remote， 就咁睇有啲似手机。So you've got something playing on your main. 最犀利系可以同步播电视画面。To other parts of. 连陈豪都话正。如果睇紧一场波好紧要嘅，但你又人有三急，咁咪要去洗手间，咁点算咧？好简单，揿一揿呢一个 twin screen 嘅掣，你就可以一路睇住呢个波，一路去洗手间，所以又唔使 miss 咗任何嘢咯。当然仲可以一边睇电视一边上网，睇相都得。呢部旗舰级电视已经有得卖啦，55寸卖66,980蚊，送两副 3D 眼镜同埋蓝光碟。